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筍盤直擊》。对于有意组织家庭的年轻夫妇嚟讲咧，依家租楼或者系买楼，可能是你哋苦恼紧嘅问题。今集为大家揾嚟三个实用两房推介。第一个咧系一个铁路上盖项目，而且咧单位同时放租兼放埋，一齐睇睇。大家好，我是美联物业代理 Ronald， 今日带大家嚟到大埔新达广场参观一个实用面积465尺。兩房開積單位，我哋而家就睇睇。今天的單位介紹就來到這裡了，如果大家對這個單位或者其他屋苑有興趣，請隨時聯絡我美聯物業代理 Ronald， 多謝大家。如果想一步到位一站之隔的粉嶺天晴間你有一個四球以下的選擇，看啱就要快點下決定了，手快有手慢沒有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美聯物業的阿 Sam，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筍盤。如果是住惯港岛朋友，而且个 budget 系松动些少嘅话，以下呢个过千尺嘅两房套单位，绝对是我哋诚意推介嚟噶。大家好，我是美联物业的 Marko， 今日为大家介绍呢个单位咧，系位于浅水湾南湾道嘅南湾大厦，一个低层实用面积有1112尺嘅两房一套单位。我带大家睇睇单位里面系点啊！大家參觀完之後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隨時聯絡翻我。頭先三個放盤，唔知啱唔啱你哋心水咧？如果邊類型單位想睇多啲，歡迎留言我哋知，我哋下次再見。